我跟鑫哥打一场，太菜了！你得打远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打这么高干嘛？ 3-0。 一把定胜负，赢了。菜呀、啊，真菜！打不过陈曦啊，陈曦。再来一把，最后一颗了啊！没有规则，无规则。赢了吧？是不是赢了？是不是赢了？咱就上回了，心服口服的。最后一颗了，真的。行不行？来吧，接呀、啊！你倒是，我们得打快一点。最终，陈鑫不敌程鑫，啊，我以3-0胜他，胜我的小老弟。Yeah.